行啊，挺厉害啊。超摄影师。吃汉堡的啦。没有定力啊，这厨师。冒泡。哇，真专业。哇，这地上下真的是有模有样的。这几道菜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啊，那你掌握这个啊？我这茄子好吃。啊！骗你是骗我的吧？还有两个，加油！好好弄，快点！饭吃，挑了两个土豆。这凉菜哦。表皮新鲜，这个。哎呦，买了这么多菜呢，之前。啊。我看你买什么材料吧，食材。这个不是小葱，你拿三根啊。来，妈妈带你去。小葱是这种圆圆的，这个全拿吧，就这么点。嗯。买好了，回家。这么多人。山海关。这么大，山海关服务区，好大呀！吃汉堡的啦，一个够不够啊？够了。买点。好吃。好吃。好吃。一样。OK。今天打算把凉菜改凉菜，就是把本来那个干豆腐丝改成粉条。哦。粉条要先泡一下再煮，今天我们家自贤下厨啊，两捆够了吧，一捆就够了。你能现在可以公布今天都有什么菜吗？你都一直不敢说不说。是我不敢说。嗯，你都一直不说。就是应该要神秘一点的。行，那就等会儿接，等会儿那个公布，等会儿揭晓。小菜，姐夫的今天的菜能不能公布一下是啥？我从来没有菜什么菜系啊啥的，逮到啥做啥啊，整的这么没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做啥，啊、就是下面捞了个蘑菇，炒一个牛肉。啊，大厨就是看到啥就做啥是吧？对，就地取材，厉害啊！变废为宝。哎，这是废的吗？比喻一下。你看这之前大厨搁这块查攻略呢，好像一边学一边做啊。我感觉之前大厨比我强，好像。哎，他做的凉菜可好吃了，真的，五花肉和肋条。哎呀，看看两位大厨，一位是现任大厨，一位是未来大厨。嗯，
我是现任大厨，你是未来的大厨。未来。说明以后我可以下岗，等吃饭了。哎呀，好强啊！先加油啊！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十周岁未来大厨吗？十周岁，真不简单呐，我感觉。姐夫啥时候把你的那个所有的厨技的那个菜系写成一本秘籍交给志贤？这也行吗？传承下去。两个菜啊，土豆。土豆有两个菜。土豆燕呢？两个土豆还是秘籍？土豆、茄子还有啥？还有你要做地三鲜吗？哦。啊，之前做的地三鲜老好吃了。啊？可好吃了。地三鲜一般人做不了呀，之前会做地三鲜。啊，那可不。真牛啊！把刚洗的全洗了吧。我像今天健身完回来就我没洗澡。你还没洗呢？哪有空啊？之前刚出来。手洗了吗？洗了，这个肯定洗了。挺忙啊，小厨师，夸夸跑来跑去，挺忙啊。这是要做啥？切成这种片是吧？小片儿、嗯。小片儿，运动了得吃点肉吧？这都是你洗的吗？这花花绿绿的，挺好看的，这菜。全是菜。啊。没肉。地三鲜可老难做了，我跟你说。好做啊。好做吗？嗯。得什么先过油啥的。我爸给过油。啊，行啊，挺厉害啊。你这是干啥？菜太大了，拿纸片。反正拌凉菜的不用一整。这白菜真大呀。只有这么大的，小的都没了。这还是黄心白菜。这还是最小的。最小的。嗯，拌凉菜已经是简简单单的。都不用看教程，哎，夸夸放就得了。真的假的呀？我凉菜做了好久了。这么牛的吗？但是好久没做了。嗯，我今天看看啊，看看你的凉菜如何。我来点葱。小葱？不，刚才整过小葱了吗？又太少了。啊，刚才整了一根是吧？干啥呀？该洗的全洗完了。洗一下，擦一下手是吧？对呀、啊。一点点酱油、牛肉粉，稍稍的来点淀粉、清酒，最后用油封个边啊。这样腌个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漂亮吧？哇，看志贤那边干啥呢？又开始打鸡蛋了。鸡蛋够了吧？可以，好嘞，你随便。这小厨师挺认真呐。都备完了。都备完了。切的。嗯。你要切了对吧？这辣椒也要你自己切吗？嗯。要不要帮忙？这样子还是这样子？辣椒。我给你帮忙啊。嗯。这么斜刀切是吧？嗯。让它出现菱形。嗯。这茄子都可以做那个茄子包饭了。完全可以。土豆，你要两个土豆做什么呀？两个土豆，一个土豆做地三鲜，还有一个土豆，你也帮我炸一下，然后我后面自己做就行。就是那两个土豆切完之后，一起帮我那个炒，那个炸一下。够放吗？应该够。Hello， 摄影师。嗯 ，Hello。我洗完澡了。你可以下岗了。好嘞。好啥好？小厨师搁这忙啥呢？可这个知道。之前切的时候刀片往这边，这样的话切不到手。你往这边的话，它一划一下切到手了。对，就这样式。地三鲜这个裹好面粉是吧？淀粉还面粉？面粉吧，淀粉。哎呀，这大满裹，这是肉。这厨师不干正经事了，开始看到芒果夸夸开始炫上了，没有定力啊，这厨师。好香啊，嘎嘎香。哎呦妈，这什么情况？这是谁？这是哪位？哇塞，你这个芒果吃的可真香，
这个芒果没了。OK。看看角落里的那个小厨在干啥呢？嗯，小厨开始休息了，冒泡了。土豆这块挺豪放啊，感觉。你说那个地三鲜的土豆块要豪放出来好吃吗？啊，这这么回事儿。给你连回来了。很脆啊，感觉啊。脆。嗯，淀粉保护里面的肉质。嗯。土豆本身带淀粉。我怕它氧化，知道吗？啊。这个土豆淀粉是不是少了？外边没感觉没怎么裹呀？没事，没事吗？嗯。哇，这现在吃都好吃，我感觉。土豆有点多啊。多没事，看看小厨又开始忙上了。哇，这灵魂料汁儿，秘方吗？这就是。我已经做了两次了，上回做的有点咸，这回我要。做大一点。灵魂料汁里还放淀粉吗？勾芡。刀搁这儿剪视频呢，真刀。咔咔剪视频。哎呀，量是真足啊！这鸡蛋的量。嗯，可以啊。之前涨到了，千万不要开饭店啊、哦，亏都亏死了。哎呀，这小味儿，上火了啊！还加水啊？要不然没水的话没灵魂，就不能拌饭吃了。啊！哇，真专业。我之前还没事在家的时候还炸过土豆片，哎，老香。不是薯片吗？对，就是类似薯片那种，撒上一点点的盐，哇，美滋滋。自己沉醉一下啊。嗯。差不多了。没呀、啊。差不多了，都快脱皮了。你说好了就好了。小厨和大厨之间产生了分歧，到底是谁的厨艺更胜一筹？行 ，OK。竹边上，不能中间一下子来，掉了，多可惜！那么多的鸡蛋，多可惜，都超过五秒钟了。哇，好香哦！看这筋道，啥都能掺一嘴。现在吃就是薯条，薯角，哎，嗯，啊。青椒这么点吗？啊，这么点够了。地三鲜主要吃的是土豆和茄子是吧？对。地三鲜，哪家刚好连地三鲜挑着青椒吃？其实青椒的意义就是因为它颜色亮。啊。它着色。这啥？这炸东西的油回收，下次用。撒家庭炸一次扔一次。嗯，这我一直觉得是一个神秘的事情，我寻思这炸的油怎么处理？原来还有这种小杯子这种装，挺不错、啊。弄个四五次，炸四五次没问题。好像挺不错啊。这家伙性格挺痛快，夸夸夸的。哎，火是不是稍微大一点？得小火吗？待会儿那个，待会儿都糊了。嗯、啊。只是地三鲜炸完之后，它们已经熟了，就是把肉质给裹上就行。嗯、啊，真专业，小心点啊！哎呀，味道真上来了呀！看这小厨师认真的样子。这铲子不带停的，夸夸的一直搅，很专业啊，黏黏的，然后还有点冒泡那种感觉。怎么那么沉啊？来，我给你拿。嗯、哇，这个量、哦，从下面一点一点。
呼。要不要我给你翻一下？我有点小，你帮我翻。哎呀，裹得嘎嘎好。我直接放这儿吧。反正盘子不锈钢的。你又不帅。好菜又好啥不知道吧。那有什么帅的呀？这好了。赶紧来偷学一下，看看这个灵魂料汁是怎么做的。啊，得先磕一下，是不是？哎呦，还用勺子接？哟，这个咸的啊，稍微放点啊，就一点点。但这个是不加热呀，它这个这么多水的话，可以吗？会不会变成汤啊？它本来就是汤，带汤的那种。我寻思是手抓拌的那种。拌的那种，那能这么？哦，这样子的。今天做的好啊，凉菜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有什么？放点芝麻。哦。哇哦，完成了，味道非常不错哦。哇哦，我喜欢吃的。大人版。开饭了，我的妈呀，这么多菜啊。这从哪个开始下口呢？这么多好菜。啊，我订上这第三箱了。哎呀。哟哟哇，这么有韧劲呢。这汤不错啊，看着勾芡的挺好呀。哎呀，哎呀妈，第三箱跟外面的可有的一拼了啊。真的？嗯，哇，我感觉比外面好吃啊。哇，这一下吧，这刚才那个灵魂料汁大家有没有学会啊？真好吃。真好吃。拍了吗？拍了、哦、拍了吧，之前拍呗。偷摸拍的奶，茄子嘛是大茄子，茄子吧，可乐也好吃，茄子。哦，茄你要拍哪着吗？嗯，子贤，你那个番茄炒蛋换一换呗。嗯，番茄炒蛋不香了哈。哇，这第三下真的是有模有样的。是啊，比你做的。你们喝点水再吃呗。嗯，喝。好吃的东西第三下比你做的好吃。是真的。嗯。哎呀妈呀！出师了。你自己尝一下，我不相信。我尝尝啊。哦，第三鲜，第三鲜。啊，这个好吃。朋友们，智贤版的第三鲜尝一口啊！这几道菜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嗯，怎么会这么好吃呢？真的、真的一点都不吹。嗯，这第三虾是绝了，真的绝了，绝了，真的比外面都好 吃。我的妈，这个好吃，一点都不夸张，真的少了第三虾。豌豆苗，嗯少了，有点少了，少了咔咔走，你看已经一半没了。本来以为这个第三虾块大然后多呢，没想到少了，感觉这个不是在捧之前啊、哦，嗯，真好吃，这都是真的好吃，有没有呀？哇，啊、那你抢我这个好呀？真是的，不抢没了。这茄子好，嗯，茄子好吃是吧？我说了这茄子好吃，你就才说呢，这茄子这么大能熟吗？熟没熟？真好吃，太好吃了吧？嗯、再来一口，太香太香了。这两个人吃也不够呀、嗯，就这几天吃的，一下都没了。哇，巨香啊！嗯，我吃茄子，最怕一点就是啥、啊，
茄子没酸的话有那种茄酸味儿，嗯，那种的话刚吃还行，吃多了不好吃，嗯，这没有那个味儿，感觉没有那种茄酸味儿，还有那种东西，嗯，茄子稍微生一点就是酸味儿。你是多了、嗯、吃了多少的盗版菜啊？嗯，盒饭点点盒饭，真香的。其实这凉菜也好吃，你们吃过吗？酸笋汤。得带点这个粉丝吃，粉丝入味儿。嗯，怎么样？嗯，好吃，挺爽口的。嗯，之前做菜咋这么好吃呢？嗯，粉丝要不要？哇，聚三鲜要光盘吗？之前光盘已经，看这猪肉沾这个怎么样？跟你个茄子，我要。下回做聚三鲜的一个脆。但是每次就是做的最好的那一次，总是在。第一次、第二次这样的，然后后面就做不出来了。嗯，做多了还不爱吃了。嗯，一年来一次就得了。一年来一次，那太爽了。想饿死我们吗？一碗饭就这么没了。哎呦，哎呀妈！三秒钟。就光吃茄子了，我那个牛肉还没吃着呢，自己给自己捧捧场。这蘑菇口感好，白葱煎，我的菜现在卖不动了。嗯，没有之前做的好吃。这蘑菇怎么似曾相识？嗯，我今天吃过，没了。下一个攻击的是。那少一点。拿早点之前啊，等会没了啊。番茄炒蛋，我得拌饭吃。嗯，哈哈。番茄炒蛋。哎呀呀！番茄炒蛋的话，汤汁会做多一点，要不然拌不饭。确实，这汤真好喝。哎，吃的有点早。我现在中北菜好像差不多都会了。嗯。嗯。番茄炒蛋也老香了，嗯，非常提胃口，嗯，酸酸甜甜，嗯，哎呀妈，我有点饱肚子了，你米饭我干没了，东北菜全是下饭菜，被地三鲜给种草了，真好吃。姥姥姥爷回来那天我得做，嗯，嗯，之前有没有？那个什么某音号，我要加粉丝关注一下。啊，这个挺开胃啊，这玩意儿。啊。其实我本来番茄炒蛋里头番茄不爱吃。那先弄点。他说我今天这个番茄好吃。嗯，煮烂了很好吃的。炒鸡蛋还有吗？刚才拍摄的时候，嗯，之前你找了几个鸡蛋？八个。啊，这么多？鸡蛋一大玻璃啪的让那个把温德给高兴坏了，在那儿一蹦一跳的啊，这么多鸡蛋哪怎么的乱乱的。正式宣布之前的地三鲜光盘，番茄炒鸡蛋也光盘。我宣布我要退居二线了，以后你要多做点菜啊。嗯，打算把那个东北菜全部学会。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除了锅包肉香。锅包肉要炸。嗯，我们去送送舅舅。然后再回来，走吧，先不洗，先不洗碗，走。哎呀，这个不洗还是我的事儿啊，不洗还是我的事儿。对，早晚都是我的事儿。
走喽。拜拜，下周见。啊，到了发信息啊。啊。